晚安，宝贝。休息的时间到咯，我是香香牧师，我要用神的话语祷告祝福你今天有好的休息。圣经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当你放手安息在神大能的同在中，你就会明白，耶和华上帝是你的神，是你的主。你安息，他就做工。爱你的天父正等候要施恩于你，为你成就大事。哥林多后书5:17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天父的宝贝，当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是新造的人，罪人的身份已经过去，义人成为你新的身份。当你的身份从罪人转化成为义人，上帝就给你公义的礼物。这份公义的礼物包括了新的思想、新的关系、新的医治、新的供应。也就是说，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变成新的了，旧的事情已经过去，过去的痛苦、悔恨、恩怨情仇都在你生命中画下句点，再也与你无关。你的生命从现在开始进入了新的季节，你可以白白得到这份公义的礼物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行为，不是因为你配得，是因为耶稣为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是因为耶稣为你的过犯受害，是因为耶稣为你的罪孽被压伤，是因为耶稣为你的疾病、痛苦承受了鞭伤。圣经说，因为耶稣的鞭伤医治了你所有一切的疾病。圣经说得清清楚楚，你得医治是因为耶稣的鞭伤，不是因为你的祷告或奉献，不是因为你的遗传、基因或体质，也不是因为你有没有饶恕，当然更与你是否有好行为没有关系。耶稣为你承受的每一下鞭打，被打到皮开肉绽、体无完肤，都是为了现今你所需要的每一个医治。耶稣的鞭伤打掉了攻击你的癌细胞和肿瘤，打掉了攻击你的瘟疫和传染疾病，打掉了攻击你的各样病症和病痛，也打掉了攻击你的各样意外和灾害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耶稣的鞭伤已经医治了你所有的器官和功能，也已经医治了你的呼吸、循环、消化、运动、神经、内分泌系统、泌尿系统、生殖系统等。
耶稣的鞭伤已经医治了你的免疫力、抵抗力，还有自愈力，也医治了你接受爱与恩典的能力。耶稣的鞭伤使你可以行走自如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耶稣的鞭伤使你全身的血液都被洁净了，所有的坏细胞都变成了好细胞。耶稣的头为你被荆棘刺伤流血，医治了你长期各样的头痛，恢复了你大脑各样的功能，拿走了你的忧愁与痛苦。耶稣承受鞭伤，正在救赎你脱离负面的思想，要释放你从忧虑和压力中出来，使你得享安息。公义的礼物包括了你和耶稣交换了身份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被剥夺一空，成为贫穷，使你可以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的人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为那被咒诅的，使你可以因为他而成为蒙福的。为了背负你的罪与罚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必须与天父分离，使你成为天父的孩子。所以，你不再是孤儿，你不是孤单的，你是有家的人，你是有天父看顾的孩子，你是有背景的。在你的背后，天父带领着强大的天使天君，挺你，护你，为你征战。耶稣给你的公义的礼物，使你一生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正午。这份公义的礼物是用耶稣的血封印的，没有人可以废弃，也没有人可以夺走。因为耶稣的血，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跟天父和好了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身体所有的功能现在立刻恢复，进入父神创造你时候的美好和次序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每一天都有耶稣的恩典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你同在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，又为你复活。因为耶稣的宝血，天父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。因为耶稣的鞭伤，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疾病已经得医治了。耶稣就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也住在耶稣的里面。你会经历到天父永不断绝的爱，你会经历永不停止的供应，时时刻刻的保护。你一生的年日必有恩惠慈爱跟随，你
已经因信称义，永远得救。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，你有公义的礼物，你必因信得生。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，你已经大大蒙福，深深被爱，备受恩宠了。永远记得，天父爱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